这个你待过的城市里，碰到好多人像你，可他们不是你。我认的风景只是少了你，想打电话给你，现在为是谁接听？慢慢会变成爱的一场演戏，风吹那夜我就在那夜想你。爱有种残缺美丽，就让人伤感的距离有个秘密。风吹到我就得问的问你在哪里，忘记了几远方风吹的是我的心，就思念个亲吻你最遥远的两颗星。我们平行方向再怎么会有交集，花瓣慢慢汇聚，悄悄我只爱等你。今晚是甜蜜未恋就的旅行。新豪风尚提醒您，正片即将开始。我们之间的秘密由新豪风尚网络冠名播出。哎，你出来我跟你聊聊。聊什么呀？没什么好聊的。我告诉你，这是我的店啊，玉静为好，跟我出来聊聊。快别弄了，我们现在需要聊聊。我不出去。你先别弄了。哎呀，我没看。你这不穿裙子了吗？你围什么浴巾啊？谁说穿裙子不能围浴巾啊？哼，神经病吧。哇，好香啊。哎，做什么呢？这蛋炒饭啊，在宫廷里面叫碎金饭。将蛋液放入米饭中翻炒的时候呢，需要均匀地裹在每一粒米上，但是呢，又要粒粒分明才行。可以啊，他一粒都没有掉。这里呢，需要放胡萝卜丁，还有蘑菇丁，还有干贝，还有海参。老爸，你快点，饿了。还有海参啊。来吧。你尝尝，一个炒饭还这么丰盛，怎么样？嗯，好吃，差一点香味。放点香葱，要求还挺高。依琳姐，你要不一会儿也一起吃点吧？好啊。来吧，咱们俩的早饭，来，吃吧。哦，依琳姐，你要不也吃一点？行，谢谢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那个，主要是因为啊，就是你依琳姐呢，特别的讨厌我，所以不可能吃咱们的东西，是吧？咱们俩吃就行了。故意的吧，我不吃了，我喝露水。芊芊来，咱们自己吃，啊？没吃过炒饭吗？给我吃还不吃呢，气死我了！有点咸。你好。哎，你好。是王经理吗？啊，是是是。那个。您什么时候过来啊？因为我接下来还有事，有点着急。哦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王先生，我们已经在路上了。我这边啊，现在有点堵车，马上就到，马上就到。哦，马上到了是吧？啊，对对对。好好。依琳姐，啊，我肚子好疼，怎么回事啊？刚刚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怎么回事啊？我觉得应该是我爸那个炒饭有问题，那个海参好腥，好像没熟。幸好你没吃。你爸不是大厨吗？他做饭怎么会有问题呢？哎呀，那你现在疼得厉害吗？嗯，特别厉害。那你先躺会儿，你过来，来慢点啊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你这样看，
我给你爸打个电话，我看他在哪儿呢。你爸怎么不接电话的呢？那没事，我躺会儿就好了。你躺会儿能行吗？要不你先起来，我带你去医院吧。你躺着一会儿严重了就更麻烦了啊。怎么样，医生，他是什么病啊？奇怪了，他所有的指标都很正常啊。你怎么样啊，芊芊？你好点了吗？我好了一点点吧。怎么办呀，医生？他现在这么难受，但是看这些检测的结果也看不出任何的问题。没有问题。嗯，这样也不行啊。那我给他爸打个电话。你爸怎么不接电话？他干嘛呢？没人接。你爸怎么？当妈的真的不容易，我们身上掉下的肉就得我们自己管。男人真是靠不住。我不是他妈。那依琳姐，我们出去坐会儿吧，说不定我缓缓就好了。缓缓怎么能好呢？外面空调那么凉。医生，您再帮我看看还需要检测什么，要不您帮我加急可以吗？至少先检查出来病因，这样他具体什么问题我们也好对症下药。哎呀，虽然是后妈，但是你对她这么好，都是女人，我理解你的。我待会儿打个电话跟我主任协调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加急吧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别客气，不过他爸爸一定要来啊，毕竟做心脏照影要把导管从大腿根插进主动脉，挺危险的，必须直系家属在。不用了不用了，依琳姐，我们走吧，我不疼了。我行，走吧走吧，你得坐。坐了，我不疼了。好，不好意思了，我们今天不坐了。走，没事。来，您请进，这是咱们户主。哎，您好您好，我是这边的户主。哦，要不您先带他去看一下，包括这边的这个二楼。好，您请进，你先去看看。这边。啊。哦，你爸终于想起来你了，快接电话呀。依琳姐，现在回糕点铺还来得及。好，你现在去前台，季明叔叔一会儿来接你，好吧？注意安全，不准乱跑啊！知道吗？好，去吧。这个环境呀，我挺满意的。哦，靠近海边。是。这价钱呢，我也挺满意的。也挺满意的。这不瞒您说，我要是不着急用钱，我才不会买这儿呢。行，那二位合同看完了，没问题，咱们可以签字了。那我就签字了。嗯，哎，王廷之，我，卖房子是吧？哎，好，卖房子，臭不要脸的，背着我卖房子，不惜连你女儿都利用，你就这么当爸爸的是吧？你真不要脸！我不要脸怎么了？我不都是你逼的吗？这房子是我的，你不让我卖啊？我让你卖啊，你要钱是吧？你给我呀，我给你钱。全款全款全款有吗？全款。哼，气死我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也不想卖，不想逼你。我卖这房有原因。什么原因啊？我前几说不出来是吧？我不能跟你讲。说不出来就行了，说不出来你还有苦衷？有什么苦衷？不就是不要脸吗？背着我卖这个房子，你知道今天芊芊肚子疼，我送她去医院联系不到你的时候，我有多着急吗？你还在这给我卖房子，你真的够不要脸的！不要脸！我告诉你，我跟你说很多遍了，其实我也不想卖，有原因，苦衷。行，有原因，有原因好。我告诉你，这房子李阿婆之前说要留给我外婆了，他们已经写了字据了，字据我都已经找到了。如果你还执意要卖房子的话，你就等着被起诉吧！你好啊，起诉。
回去干嘛？是张宝琴的家属吗？他送去急救了，你快过来一趟吧。我们再签一份。外婆怎么了？你先过来吧。好，我这就来。